iOS 18的这些炸裂新功能，两分钟一次性告诉你。屏幕下方的两个钉子户可以随意更换了，快捷打开，爽歪歪。控制中心变成支持自定义的多页面，点击左上角加号可以增减功能按钮，也能随意拖动位置或改变大小，自由度超高。隔空投送终于不需要长按才能开关了，控制中心右上角也能直接关机。奈斯。计算器增加了回退键，短按删除一位数，长按清零。左下角可以切换汇率转换，科学计算，甚至能手写运算，自动解答。卷起来了。隐私保护也变得更全面了，我们能给应用单独设置面容解锁，甚至是隐藏，想要找到它只能在 APP 资源库里使用面容解锁。你的手机和对象的手机都更安全了。提醒事项和日历终于实现了联动，在日历里就能直接看到设置好的提醒，日程变得更清晰了。在设置里打开实时语音留言，能实现过滤骚扰电话的功能，太实用了。副相册这次真的称得上是史诗级更新，取消了底部的分类选项，所有功能整合到一个竖屏内，上方对应的是以前的图库，下滑是各种分类，横竖交杂，操作逻辑有点混乱。别急，下拉到底有一个自定义按钮，点击就能关掉你不需要显示的类别。现在是不是简洁多了？图库下拉可以变成咱们熟悉的图库界面，横向滑动可以增加平时常用的菜单，比如我会设置成我个人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个人收藏和视频。从操作步骤上来说，的确会更顺畅。虽然相册更新后的第一印象是混乱和陌生，但实际使用之后能感受到新版相册的目的是让我们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去自由定义界面，调整过后会变得比以前更加顺手。但是啊，还是有一些小槽点，比如视频修改进度条之后，全屏预览的时候无法暂停和拖动进度条了，跪求工程师解决。剩下还有一些小功能，比如新增的壁纸、两侧按键的反馈动画，图标可以自由调整颜色、大小、亮度，还能随意拖动位置。老公们的脸再也不会被挡住了。还有手电筒，除了能调整亮度，还能调节聚焦了，还有大热的通话录音功能。可惜我的 XS Max 体验不了，要15 Pro 以上才支持。姐妹们体验了，记得告诉我好用不好用哈。